我有这张中华民国女性的身份证，比如说很多酸民骂我说，那你们怎么做？你们是互叉吗？什么之类的？那你的构造跟女生一样吗？那请问你泡汤是泡男汤还是女汤？天哪，你们也太没常识、太没知识了吧？跟我长得这么的仙气漂亮的女性，我在2017还是2018已经到了泰国做了变性手术，胸部、喉结什么都做完了，然后也有这个女性身份证。原是男儿身的网红网妖，2017年到泰国做变性手术，现在是扎扎实实的女儿身，也在去年9月登记结婚。但这几年来，因变性议题饱受不少网友质疑加谩骂，甚至还会留言冒犯的问题加以嘲讽。她日前忍无可忍，拍片回击了。我的粉专真的超级无敌多。说到翻了白眼，他们会留说，那你的构造跟女生一样吗？那请问你泡汤是泡男汤还是女汤？ Excuse me， 那如果请问我长得这么的仙气漂亮的女性去泡男汤会发生什么事？那我只能泡女汤，因为我的身体构造跟女性是一模一样，加上我有这张中华民国女性的身份证，那凭什么我不能去泡女汤？我花这么多时间那么多努力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女性，那我就享有中华民国女性该拥有的对待。很多酸民骂我说，那你们怎么做？你们是互叉吗？什么之类的？天哪，你们也太没常识、太没知识了吧！居然有这种留言在我的板上，这种人最多都是男性，而且是中年大叔居多，而且很多人都会在我的版面上放一些很有心的图，比如说他会放一张女生的图，然后下面有一只东西，我觉得说，老娘已经花了钱去变性手术了，不要再留这种留言，会显得你们非常非常非常脑子不聪明，好吗？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跟你们老婆一样啊，就每天起床弄得漂亮，然后做事情，然后出门赚钱工作，有的没的，我会把自己打理得非常非常好，这就是我。然后如果想要当酸民的话呢，请绕道，不要黏着我，不要跟着我，不要这样形影不离，好吗？